兄弟姐妹们，我现在到达的地方是折多山，海拔4298米。折多山，海拔4298米。我现在带大家上去看一下雪，全是雪在上面。我所但是还是坚持为了看到最美的风景，看到没有，全是雪。我们先上去看一下啊，看地上的雪都是厚厚的一层，你看这个雪这么厚，像毛衣啊，这么厚的雪。我终于爬上来了，带大家去看最美丽的风景。